气虎。行动，走。你们两个机会，你们在这儿给我打。为什么不打？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不要。现在你们两个在这儿给我打，谁打赢了，我不计较。谁要是输了，我就杀了谁。我数到三，不动手，一起死吧。一，二，三。很好，胜负一分。你的身手不错，叫什么名字？田辉。田辉，从今天开始，田辉就是你们的队长。我不在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要听他的命令。听说你是主动加入的，是不是？怎么，在你的同胞面前，你不愿意承认吗？没有必要。你自愿加入，非常好。追随大日本帝国，总比做一个懦弱的人要强。至于失败者，大哥，等等。你不能杀他。为什么？既然你让我当他们的队长，我不希望你去杀一个有潜力的士兵。好，说得好。能够这样对待你的敌人，我很欣赏你。我答应你的请求，这个人的性命你有权随时处置。你们有异议吗？很好，解散。